太极聚焦逐梦海峡，陈家沟首届海峡两岸太极拳交流赛，有请你们参加。主办首届海峡两岸太极拳文化交流会的河南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和台湾同胞联谊会的所有领导和工作人员，大家好，你们辛苦了。太极拳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一个瑰宝，讲究立身中正，根基沉稳，内劲统领全身，一动无有不动，一静百骸皆静，外练筋骨皮，内练精气神。太极拳始终强调的根本，正是天地间和人类社会中始终追求的根本，正义、公平、无过不及、以柔克刚、舍己从人、圆转自如和四两拨千斤，正是每个人安身立命之处世的原则。太极拳所传承的精神，正是继往圣各学说和大家之绝学。当今太平盛世，太极拳正用它强身健体的卓效和厚德载物的内涵，演变一变为万民造福的和谐景象。随着两岸的开放和交流，渐渐发现两岸武术的同源，也发现共同性和差异性，有遗漏的，有断层的，有改编的，有混合的等等。透过这样的交流平台，两岸可以互相学习，互通有无，共同成长。两岸太极武术应共同合作，继续发扬中华优秀的武学精神，传播世界和促进和平，最后让海峡两岸一起前尊太极身心练，道法乾坤正气存，共同度过疫情的肆虐，并祝大家身体健康，吉祥如意。